这有天赋吧，这有天赋刷的快一点，而且能分叉呀。 这有天赋能分叉呀！牺牲剑圣，我拿火炮还是拿赤魂，感觉都不太对。 把A档出了，算A档考虑一下。朦胧枪就是极限距离的时候有射手天赋嘛，可以考虑。我靠，这屠夫我还得出个那啥。这屠夫我A档都要补个大引刀啊，感觉。 光环应该比月刃要好，一级月刃弹一下，攻击力太低了呀，就弹一下，这个直接加14点攻击力了。符文经验获取。 符文不换了吧？砍刀的号也没多少符文是了，够打了。对面这局就把这个屠夫处理一下，其他这几个应该伤害不太高。 阿斯卡也就能秒一个，重加镰刀。嗯，远古有个 EC 啊，这也不够打咋的。 现在要学 C， 学 C 大才有伤害。Fresh meat.
只有月骑是这样，别的英雄可以直接拿他的照。我靠，哥，你线都进塔了。就不够的，我这盘要裸 A 照，我还是要出。等一下佛，别转。真不够大呀，咋整？发蝴蝶狂血大流，这是他的远古备战。要是之前的乐器刚加一级大招就把他杀了，现在的乐器是真不行。白嫖电锤，我靠，我这最近带个电锤有点猛啊，他又打成那个 AOE， 搞把跳到时候直接开个 F 跳到人群中。我觉得我魔龙枪还是不错了，打人的话就不要那个加的敏捷了。我的符文不厉害吗？对面最高才八级，我十一级，我们这边最高的也就八级，第二个的八级啊，我最高。我的经验获取不猛，我靠，钩子会拐弯，镰刀他，我操，牛逼！我靠，好像也不是那么牛逼啊，折射弹我一下好痛啊！来了，他妈贼猛！完了，我他的大行也没大到吧？不好意思，手贱把他 A 了一下，把他 A 去。反杀咋可能？我和这影魔有啥伤害呀、啊？就这个正版影魔，反杀绝对不可能。我不几级了？我十级了。好镰刀，
技能的释放还是有一点讲究的。哎，骗了个塔防。装了。猛推。直接搞个炸弹，我靠，抽了个吸血面具，我要抽炸弹的他。我这把正面装拉满，搞个大炮吧。我要是个吸血面具，我就点吸血把这吸血卖了，我都自配了，我还点？那我这个自配的会咋整？每一个技能都放的这么的好呀！那我也玩 NEC，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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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完了，全完了呀！一魔我没打过，分身斧不要了吧，打正面分身斧没啥用感觉。有点战猪装啊，那我出大引刀吧，这屠夫还是要管一下的，挺肥的这屠夫，7-3，跳刀刃甲，折射重生，因为这个屠夫没有法系。牧场了，完了，他都没有重生呀，完了，还有针眼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靠，两个刃甲，他的针眼插这了，他看到我那个走位了，我去，感觉一斩 S 可以不出来的，这不，我还以为在针眼范围外，在针眼范围内了，路线应该在这里，这里看不到我了，在这里被看到了，那小兵没打我。靠，这不一直 S 就好，一直 S 就死不了。没有人头呀，被这个 NEC 压制住了。我靠 ，NEC 7-1。我不是很服，我34的输出，这 NEC 就打了16的伤害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还行吧，我感觉比剑圣德鲁伊要聪明一点。
我有侧瞄不会出来啊，侧瞄要对面有反影，侧瞄才会自己打，没有反影侧瞄不会自己打的，就对面敌人得有针眼看得到你，你也在针眼范围内。 剑圣开钻了，打不了人。完了，这怎么办？镰刀挂一个球里了，没有镰刀的。 我游戏他么的，我就知道，游戏血就白嫖支配。锤子，我不配。有大引刀了，还要跟我打？完了，搞 BKB，BKB 加沙的。 物理双刀还可以啊，物理双刀，物理双刀，人称小兵眼，跟兵眼相比，双刀加移速呀。 牛逼！啊，好像也就那样吧，不是那么牛逼，好像站不住。不行，这屠夫有点太不讲道理了。这屠夫他两条命，我一个大引刀还不行。我去搞个 BKB， 打个盾搞个 BKB。 出去跳吧，米特。跳刀加引刀吗？还真是。 我靠，这眼我他妈 A 了5下，感觉 A 了4下吧，什么情况啊？我有 bug 了 ，A 了好几下。 大引刀了也，那啥，我靠，牛批的换血，完了，球有大引刀。
给我大引刀了，这图！但是他大引刀好像时间到了，完了，不秀了。 是的，我看这里他那个侧瞄，侧瞄一直在 A 那个 Rose，哇，很牛批呀、啊，发蝴蝶，这大牛给你玩的，玩出了安木的感觉。我没有盾吗？我好像记得我有个盾的，没了。哦，我这支配可以拉矿啊。 忘了给，算了吧，讲究快节奏。小。 那还是小黑大厉害，这只大的要开啊！小黑大这个分叉也厉害，撒旦去哪搞？我靠，影魔都能秀起来了，我感觉他挂我 Y，他挂我 Y 镰刀加撞，我撒旦开了也顶不住。现在还拉吗？现在拉来得及吗？ 别说了，我去拉哥，现在就去拉。完了，我要吃镰刀了。不行呀，这没有 BKB， 像个弟弟呀！撞过来给个 Y 动都动不了。 现在换符文好亏啊！我都打了22分钟了，我要换我就早点换。我现在换太亏了，活了吧，撒旦，我伤害还是有点。 好低啊！你看大引刀也就打他这么点血，拉的挺好，帮队友拉了一波。
取消了，取消了，取消了。玩意也这么肉，我这一摸无人能挡吗？跟我闹了。你控一下不？我的这个蓝光加砖的一摸无人能挡，人傻了。我看错了，要搞金箍棒，乌龙枪好还不错。哎，屠夫是被镰刀的，不能买的。那我这波有点小无敌啊。直接摧枯拉朽给他们带走的，哦，位置站的还可以吧。留了个 BKB， 我看你怎么跟我打这波啊！你怎么跟我打？跟我打打！这谁跑谁是狗！妈的，中追斗！哎呦我操！等一下，迂回一下！等一下，稍微迂回一下！你他妈的谁跑谁是狗？这谁打了？我刚说出金箍棒的，还出什么金箍棒？完了，我操！翻白了。我直接就是一把圣剑，我靠，我这个叫迂回，他怎么这么弱？我操，我靠，这输出。